OK， 同学们，接下来看这个一年级数学活动的下册。我们来到这个第40和第41页哦，所以这个是活动二，测量长度 ，A 算一算，填一填。所以第一题哦，胶水瓶大约有多少枚回形针长哦？所以我们看这个是胶水瓶，那么讲大约大概的意思哦，有多少枚？那么这个是数量，这个是量词哦，所以回形针我们就算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虽然这个是超，就说少过这个一个的回形针哦，所以我们也算，要讲大约哦，所以我们这边是讲五枚哦，所以这边写五。OK， 接下去我们看第二题哦，盘子大约有多少把汤匙长？所以这个盘子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所以我们有四把哦，所以多数是写这个数字哦。那么到这个第三题哦，OK， 第三题，桌子大约有多少支笔长哦？所以笔我们就看到笔盖哦，我们就算笔盖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所以我们有八支笔那么长哦，这个桌子哦。那么到第四题哦，那么秋千的长度大约是多少个脚掌哦？所以他讲不是多少双鞋子哦，他们讲脚掌哦。所以看到这边是，我可以从这边这样算哦。那可以看它的这个脚就可以了哦。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所以这边就是有十个脚掌的意思哦。因为每一个脚就穿着一个鞋子哦，所以我们这样算哦。所以这个是40页，我们去到41页哦。OK， 41页。OK， 可能我要弄小一点点哦。OK， 这个看到。OK，B 项咯。那么在以下格子里画出你梦想的房子。然后量一量房子的长度和高度哦，所以还有两个哦。那我现在才答第二、第三题哦。那么我们可以先画哦。OK， 我们画这个的时候，那么你房子你可以画啊，可能越大越好哦。所以这边我们就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。那么十四如果分一半的话就是七个哦。我们可以先画屋顶哦。所以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哦，我们屋顶可以画这边哦，那屋顶三角形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画大概我们的屋顶可能就是这个的一半哦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啊是三，我们知道大概一半是七和六哦，可以从这边七哦，一 ，OK 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 ，OK 可以画这边哦。那这个的对面就是在这边哦，所以这个只是你自由画哦，那么老师只是引导这样画哦，所以你可以画你自己的大小都没问题哦，所以这个是这样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哦，我们就画简单的这个房子哦，所以这个我们画到完它。OK， 那么这个屋顶就有这个它的大小哦，房子的大小哦，我可以这样画哦。OK， 再画粗一点点哦。OK， 就画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房子哦，那么不必太复杂哦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屋子的形状就可以了哦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题哦。OK， 第二题，房子大约有多少个格子长哦？所以长我们可以，就没有包括屋顶哦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算哦。所以这边一、二，长是这个哦。那么当然你没有画三维哦，就说没有 3D 哦，我们只是画平面图而已哦。所以这个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所以这边大约是12个格
格子长哦。OK， 接下去它四多个格子高哦，最高我们可以包括屋顶哦，所以这边就最高是这个点哦。OK， 最高是这个点，所以你可以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啊，就说全部最高了，就是三了。那当然这个是自由啊，看一下你画的这个屋子的长度和高度是怎么样哦。OK， 那么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那么这个是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下册，我们来到这个第四十和第四十一页哦。OK， 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 subscribe 哦。那我可以看一下有关系的 video 在这边。那么在这个 video 下面这个链接也可以按哦，你可以加入李老师所开发这个 Dragon Robot 哦。